要储存文件档案呢，以前呢，就是上面的那个就是 Floppy disk，或者叫磁盘，或者叫软盘，它的容量是，搜了一下，是1.14 MB，是很少容量的了，嗯，几张照片，然后之前呢比这个还有更大的，另外一个也是叫 Floppy disk，不过它的那个比较更加少，它的容量更加少。然后呢，就是第二个是 USB Pendrive，或者 USB port 是它的插头，它的如果你要充电啊，你就要有那个头咯，那个头，然后跟这个 USB 的 cable，它的线，然后你才能够充电嘛。通常是我们叫 U 盘啊，然后。USB Pendrive 就是那个啊，它的容量就比较多，可能现在已经有到啊1个 TB 了，或者2个 TB 然后它的容量比较多，但是也相对比较不稳定，因为有时候如果你用的太多，它会坏掉。然后第三个就是 microphone。就是那个唱歌的那个啊，那个播音器咯，啊，你要插那个 speaker，然后才可以唱歌咯。啊，第四个就是 headphone，就是耳机啦。你要听歌啊，你可以戴耳机，或者你可以用 speaker，然后插进去那个，插在那个啊播音器里面，然后呢，它就可以播放音乐了。要储存文件档案呢，以前呢就是上面的那个就是 floppy disk，或者叫磁盘，或者叫软盘，它的容量是，搜一下是1.14 MB，是很少容量的了。几张照片，然后之前呢比这个还有更大的，另外一个也是叫 floppy disk，不过它的那个比较更加少，它的容量更加少。然后呢，就是第二个是 USB 平台咯，或者 USB port 是它的插头，它的如果你要充电啊，你就要有那个头了，那个头，然后跟这个 USB 的 cable，它的线，然后你才能够充电嘛。通常是我们叫 U 盘，然后。USB Pendrive 就是那个啊，它的容量就比较多，可能现在已经有到啊1个 TB 啊，或者2个 TB 然后它的容量比较多，但是相对比较不稳定，因为有时候如果你用的太多，它会坏掉。然后第三个就是麦克风。就是那个唱歌的那个啊，那个播音器哦，啊，你要插那个 speaker，然后才可以唱歌。啊，第四个就是 headphone，就是耳机啦，你要听歌啊，你可以戴耳机，或者你可以用 speaker，然后插进去那个，插在那个啊播音器里面，然后它就可以播放音乐。对呀，go